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陈教授。啊，我昨天跟麦菜妹说好了，今天去她那里玩，给他们买点袜子过去。买了20双袜子啊，我自己另外还买了5双。哎，我又来麦菜妹他们这里玩，我给他们带了中国蔬菜，莴笋啊，2公斤，白花2公斤。还有20双袜子，还有4条火腿呀、啊！啊，真的，你不得本事干吗？没本事给他挠来，快挠！再挠吧，再挠就不弄事了。干啥了？蹲啥子啊？烂？这不好了，红啊！等你叫不得杀客嘛？叫不得杀客啊？给你杀了，快杀坑叫对吧？啊？杀坑叫四人乱，快个杀对吧？哎，阿妹，快躺叫来，躺地来，躺地，快杀坑叫对吧？面对吧？喂，这样来吗你？今天我来捅敲呢。不，就烤，就烤。嗯。哎，叫摸你不得贪婪吧？没得贪。这你俺来了，贪人了，啊？他来了。他来了个嗑干皮。嗑干皮。这他来了不喝皮喝呢？喝皮吧。嗯。不，他来了不他来了，俺管。进口了。啊。叫进口了。快点，不得进哦。脚腿还快点歪歪的麻了，蛮牙靠的。这，哎对了，弄白按哪个？叫哪么讲？不戴眼镜，哦，弄少眼镜噻。嗯。啊，弄少嘛眼镜噻。嗯。喂，麦上面的妈妈现在出去了，她说去挣钱，应该可能是去哪里做点零工之类的吧。他每次出去都会跟我打个招呼，他说要我跟他两姐妹玩就行了。管你们俩。我不黑了，我带你去。叫不呼黑哦。那太快太嫩了。他们姐妹没什么厨艺啊，就是一锅白菜，然后把这个肉放里面煮啊。他哥哥他嫂子已经搬出去了，不住这里了，可能是心里认为这是个包袱吧。今天早上只能和他妹妹两个人吃饭了，他妈妈出去找零工了吧。他姐姐去冲凉了，还没回来。他们这边菜是煮了一锅，但是不会全部打出来啊，只是吃了一点以后再把它添进来，他们很多是这个方式，不像我们国内先盛几碗把它全部盛出来。我一叫进口了吧？老头好快把牙靠了。头好个的。头好个一叫。嗯。那熬那么头还了得？那熬那么不头啊？没叫啊，没叫，白上月白喊人，叫进口了吧？嗯，哎呀，娘的，快进了，进就是，进命令了，进黑人叫了，弄少点，快进就是，啊。进口那会吧？快喊个进，喊个进，嗯。太会进口啊！嗯，会进口来来的，就进口来来。嗯，就进了拖带腿。三只腿。2亩啊！快什么什么进口人家的吧？快什么什么进口云林的吧？来。念吧。来。他们是买生意啊！没那百分钟，没看着不麻了。别人不麻。เขาได้ไปเป็นจันเลยกลับมาเลยอยากกินไปซิฮะก็อยากกินไปซิอยากกินไปซิอ่ะ
快个要进八十。来，这边收啊。快掰个得，弄少掰个得。嗯，这边收噻，快个要进八十。买八十的，然后还弄少八十吗？进的呢？这个妈上面她一顿饭她吃的停的吃，有可能吃一个小时都不一定啊。她刚才停的去买饮料喝，现在又回来吃。喂，现在没事干啊，肥胖象也肥不了，我天天来妈上面家里晒太阳算的。妈上面的老爸他也抽烟啊，这个要理解，他不抽烟这个时间实在是无法打发。他也玩手机，有时候麦上妹把他的手机给他老爸玩消磨时间。我正好我朋友给我寄的旧手机，我下次过来就拿给他。没人背了吧？背了。我快买好家现在不行家吗？那当然的，当然。嗯。哦。再来。来，看，看，动手啊！我还开呢。啊，进来了。快把它捧。对，还不要妈的。哎，就那嘛。对。叫他快的。他个。哎，这条路也还是有其他的人经过啊。这个应该是后面的人家的。喂，这个卖菜妹的妹妹真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她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，只认识这个上面两家人家。她说其他的人她也不认识，别人也不认识她。哎，阿英，家没发现她在困。米，铺了个苞米。嗯。多快吗？不，不得一多啊。面条。对。不色吗？啊。不色。不色。哎妈，还很扎困呢。快不得行。哎，不得很个苞米。我很苞米苞米啊。嗯。他姐姐太贪玩了，一下子出去了都不回来，剩他妹妹一个人在家。你看吧，没几盘来几盘呢，คือน้องมาก่อนไหลแล้ว没有吗？对吧，คือไอ้น้อย叫困啊，我那烧的破啊，明个奶家的不娘。不米破啊，那熬的破啊，去挨饭呢。米。要挨。明白。多。这个。不算老妈多来。不多嘞，我去听。我得摘吗？嗯。交个爱呀，不得收来过，收送信来过。对。爱叫来过，叫不明来哇？这边的不明来了。嗯，是。反正不是黑椒。
哎，他们来打点水去浇菜呀。这个水也不是太清啊，你不得电吗嘞？他们老人这个扁担真的是太不方便了，又没有钩，又没有绳，就直接放在扁担上挑，非常的不省力啊。哦，他是打一壶水来浇菜呀、啊。哎，这白菜。不明了，没了，不到21吧？不能那么粗啊，明白？快和面发了，明白？哎，别塞，不烧。哎。哎，这是马三妹后面的邻居的女儿，我去她家里玩过的。她是离婚，好像带一个小孩吧，今年21岁。不少啊，叫谁演的？李李哟。嗯。喂，矮的。矮的。不少。不少。叫黑妹呢？又拉。又拉黑呢？小黑。小黑。他这里挑水。这个路非常陡啊，比马三妹家里还要陡一半。哦，他们也是挑来浇菜的。哎，这个他老爸他老妈看到我在拍他女儿，好高兴啊。这里也没有理想的土地来种菜啊，这是见缝插针的，种了几棵菜。哇，这边种的更少，这个土地，这一点点的地，地用的蛮好的。今天弄过户了，哎呀，快把顶顶暖，不怕，不得不来。啊。这个上次找干活的兄弟过来了，上次他去找了人干活，人家结果不要他干。可能是他干活还是不太行。你说不少还得。哎。叫米铺少不啦？不米。叫不米呀？昨天不米铺少嘞。跨个不米。嗯。跨个叫去干。弄少嘞。弄少。弄少嘞，好像矮嘞。弄少也不熬快。熬快。弄少嘞，气候矮嘞。耶，弄少嘞，头还分掉嘞，分了嘞。我来。啊，我今天买的白花和莴笋。不要说莴笋了，这个白花，他们都说从来没吃过，还不知道怎么做。他在问我这个白花上面的叶子能不能吃。他说这个白花比较贵，他们买不起，平时也从来没吃过。他说一般他们买菜就是买5000老币一公斤的，8000老币一公斤的。他们说吃好多这个白菜，这个白菜便宜。哎，阿英。没叫靠风险的吧？没啊。啊。不靠。不得靠家母啊。嗯。哎，这个马三妹太狡猾了。我去剪头发，她说等我回来。结果现在晚上7点多，快8点了，都不见人回来。这个太不靠谱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